制作束带，并缝到主体对应位置。最后制作装饰，并进行安装。我们先来学习主体的制作。首先来看一下主体的制作顺序。先分别制作四个相同的织片一，完成后再制作两个相同的织片二，并在上方缝制睫毛。接着将织片二分别缝到织片一处，最后将织片一两两进行缝合固定。缝的过程中需要留出束带的缝合位置。我们先来学习织片一的钩织方法。来看图解，织片一采用环形起针，逆时针环状向外编织，用到的针法有锁针、长针、长针加针、短针、短针加针和紧拔针。请看我演示具体的编织方法。为了方便大家看得更清楚，这里我用其他颜色做演示，具体的线材、配色以及钩针的型号，可参考对应产品的详情页和纸质图解。首先来起针，右手拿起线头，在左手食指绕两圈，右手捏住线圈交叉的位置，取出线圈，将线头在左手小拇指上绕一个圈，在食指与中指之间穿过，把线圈转移到左手的拇指和中指之间。右手拿起钩针，钩针在这两点之间活动，穿入线圈。钩针在线的左侧，逆时针绕线，将线勾出，钩一针锁针固定。大家看，这就是起针完成后的效果。开始勾第一圈，先立三针锁针作为长针的起立针。一、二、三，在第三针处挑边缘两根线，扣轿扣。没有轿扣时，用别针或者回形针代替。这里起立针算一针长针，接着穿入线圈的大洞，钩织长针。钩针绕一次线，穿入，将线勾出。这时钩针上有三个线圈，绕线，穿过前两个线圈，剩余两个线圈，再绕线，一次穿过，一针长针就勾好了。我再演示一次长针的勾法。钩针绕一次线，穿入大洞，将线勾出，然后绕线，依次穿过钩针上的前两个线圈，重复两次，一次，两次，这一圈都是在这个大洞里面钩织长针，一共有12针。
加上起立针，现在已经完成了三针。这样第一圈就完成了。这一面是支片的正面，我们在正面任意位置做标记。勾的过程中，正面始终对着自己，往下勾第二圈，这一圈勾之短针加针，这里的加针为一个洞眼，勾两针短针，接着上一圈的线头，立一针锁针，作为短针的起立针。这里短针起立针不算一针，往下穿入较扣的洞眼，也就是上一圈领拔穿入的同一个位置。
绕线将线勾出。这时钩针上有两个线圈，绕线一次穿过。一针短针就完成了。在这一针的针目上扣轿扣。这是第一针，再穿入同一个洞眼，勾一针短针，绕线，将线勾出，绕线一次穿过钩针上的线圈。完成第二针短针，同时完成了一个短针加针，往下挑相邻针目，挑起上方的两根线，勾一个短针加针，一个洞眼勾两针短针。一、二，后面分别挑上圈的针目，就是上方 V 形状的辫子。钩针穿入对应位置，绕线将线勾出，一次穿过钩针上的线圈，领拔完成。同样，领拔针不算一针，将辫子拉紧。这样第二圈就完成了。下面勾第三圈，同样需要加针，这里的加针变成了长针加针。先立三针锁针作为长针的起立针。同样，长针起立针算作一针长针。在第三针上挑边缘两根线，做好标记。这里起立针对应上一圈的第一针，往下跳过相邻的针目，挑下一个针目，勾一个长针加针。这里的加针为一个洞眼勾两针长针。
一、二。后面继续挑针目，对应钩弋针、长针。往下一个长针加针，穿入对应位置，钩织两针长针，这里加针之间间隔了一针长针，相当于隔一针进行一次加针。往下按照隔一加一的
支片一，其中有两个支片收针时需预留70到80厘米的线头用于缝合，另一个支片按照第一个支片的方法收针并缠线头即可。钩织方法一样，我就不重复演示了。大家看，这就是四个支片一完成后的样子。两个支片没有线头，两个支片留有线头。完成了支片一，下面制作支片二，一共两个，用到的针法与支片一相同。先按照之前的起针方法起针，然后钩织第一圈，为12针长针。注意，起立针包含在内。第二圈为长针加针，一共12个加针。开始位置勾完起立针后，在同一个洞眼再勾一针长针，算作第一个长针加针。大家注意不要多针和少针。第三圈为短针的隔一加一，完成后进行收针，一针锁针固定，然后预留30到40厘米的线头用于缝合。这样一个支片二就制作好了。长针纹理比较整齐的一面为支片二的正面，大家可以在这一面任意位置做标记。按照同样的方法再钩织一个支片二即可。往下在支片二处缝制睫毛，拿起一个支片二，找到支片第二圈与第三圈的任意缝隙处，在短针的入针洞眼处入针。这里从里往外入针。尾部预留一点线头。接着平行穿入左侧长针的根部，可以看到有这样一条竖线。往下继续缝竖线，一共有6条竖线，一直缝到这一根线另一侧比较平行的位置下方，就是缝制区域，分别在第二圈长针的顶部和根部入针。这里每条竖线的具体位置没有要求，只要竖线位置。
缝到另一个没有线头的织片衣上即可。方法一样，我就不重复演示了。缝完后先放置一旁，往下进行主体织片的缝合。先将主体的织片衣两两缝合到一定距离，然后留一个开口与束带进行缝合。完成后再将织片衣中间进行缝合固定。我们先来缝织片衣。首先拿起留有线头的织片衣，再拿起带有睫毛的织片，同时睫毛位于正下方，然后将两个织片背面相对合拢，正面均朝外，有睫毛的一面对着自己，然后找到睫毛边缘的一根竖线，找其斜上方一针，往外延伸到边缘。此时将线头对准这一针，往下进行缝合。这里用织片衣预留的线进行缝合，采用卷针缝合的方法。先穿入缝针，然后穿入另一个织片的对应位置。完成后在同一个洞眼同时穿过两个织片，入针穿一次，往下挑相邻针目，再穿入另一个织片对应的针目，穿一次。后面分别挑两个织片对应的针目，一对应缝合。缝的过程中，遇到接头位置，挑接头下方这个洞眼缝合即可。织片最后留三针不缝，也就是这三针。
我们将带有睫毛的一面作为主体的正面，往下制作束带，先量出合适长度的松紧带，然后编上线。我们先来测量松紧带，这里成品松紧带总长度为42厘米，由于每个人头围不同，为了尺寸更贴合自己，建议大家先测量一下头围，做好记录，然后拿起两个织片衣平铺摆放，测量一下长度，最后用头围的尺寸减去两个织片衣的长度，就能得出束带需要的尺寸。测量好尺寸，往下进行编线，这里线的长度大概是测量出的束带长度的23倍，大家可以留长一些。这里采用编手链的方式编线，先将松紧带两端进行固定，可用重物压住松紧带两端，也可以将其拴到杆子上。这里我已经固定好了，然后拿起相应长度的线，这里我用小样做演示，线比较短，找到线的中间位置，线比较长，可以卷成小团放于两边。将线中间横向摆放到松紧带上方，下方将线的两侧交叉，完成后将右手的线弯出一个圈，线头放于松紧带下方，把左手的这个线头从右侧这根线的下方绕过，从松紧带上方穿入这个线圈里面，拉紧两侧的线头，稍作调整，之前是右手，往下换左手，将左手的线弯出一个圈，线头位于松紧带下方，右侧的线头绕过左侧线头的下方，从松紧带上方穿入线圈里面，拉紧，这里线的缝隙不要太大，后面换右手，将右手线弯出一个圈，左手的线头从这根线下方绕过，从线圈里面穿出，拉紧，每次都是一左一右轮流编线，编线的方法都是将对应手上的线弯出线圈，然后另一根线从下方绕过，从线圈里面穿出，
可以发现，左手起手边线时，完成后线的左侧会有一个凸起的小竖线，右手起手边线时，完成后右侧会有一个凸起的小竖线。往下，大家如果分不清从哪一侧起手边线，可以看上一条线边缘的小竖线位置。竖线位于左侧时，下一条线的起手位置在右侧。竖线位于右侧时，下一条线的起手位置在左侧。每次都是左右轮流编线，按照这样的方法继续往下编线。编的过程中注意线要分布均匀，往下一直编到需要的尺寸，也就是之前测量出的尺寸。后面方法比较简单，我就不演示了。这里我已经编到了对应的长度，大家看，这就是松紧带编线完成后的样子。尾部会有部分线头，这里的线头先保留。这样束带的制作就完成了。完成了束带的制作，接下来将束带两端缝到主体的开口位置，这里用细针和细线来缝。大家也可以取编织线的一到两股来缝，将主体正面对着自己，拿起束带，这一端预留一厘米左右的长度，然后剪断。将松紧带预留的部分塞入主体的开口处。这里将开始编线的位置也塞进去。完成后在开口处缝合，缝的时候上方的织片边缘不需要缝合，后面需要安装耳语，缝的位置稍往里一点就可以。
完成后，首尾线头打一个死结。剩余的线头藏到织物里面就可以。这样，束带的一端就缝好了。往下缝束带另一端，将束带拉平。主体正面对着自己，然后将束带另一端留出一厘米左右，放于主体的开口处。这时大家可以试戴看看松紧带尺寸是否合适，如果过紧可以继续编线，过松可以拆掉部分。调整到合适尺寸后，束带一端预留一厘米，然后剪断。同时，将这一端的线头打一个死结。多余的线头剪掉。往下进行缝合。缝合时接头位置也塞进去。同样，缝的时候，上方织片的边缘不缝合，缝的位置稍往里一点，后面需要安装耳语。下方织片的边缘可以缝合，缝合方法都一样，这里我就不重复演示了，大家可自行完成束带这一端的缝合。这里我已经缝好了束带，到这里束带与主体的缝合就讲解完了。完成了主体和束带的制作与安装，往下制作配饰。先来制作嘴巴，采用锁针起针，然后沿着起针这一排钩织。除了之前用到的针法，这里还用到了长长针和中长针针法，请看我演示。先拿起线，这里我用其他颜色做演示，具体颜色参考实物或图纸。左手绕好线，左手拇指和中指捏住线头位置，右手拿起钩针，放于线的下方，逆时针绕线。此时钩针上有一个线圈，左手捏住线圈交叉的位置，将钩针放于线的左侧，绕线将线勾出。起针的这个结不算一针，拉紧线头。下面开始勾锁针，
绕线将线勾出，嘴巴起针共四针锁针，继续往下勾。第二针，第三针，第四针，在第四针的辫子上做好标记。这样起针就完成了，往下折回，先立四针锁针作为起立针。接着挑教扣的辫子，外侧半针，这样一根线勾一针长长针，长长针的勾法为勾针绕两次线，一二，穿入对应位置，绕线将线勾出。这时钩针上有四个线圈，绕线穿过前两个线圈，剩余三个线圈，再绕线穿过前两个线圈，还剩两个线圈，继续绕线一次穿过。一针长长针就完成了。往下挑相邻辫子，挑外侧半针，勾一针长针，完成后挑相邻位置勾一针中长针。中长针的勾法为勾针绕一次线，穿入对应位置，将线勾出。勾针上有三个线圈，然后绕线一次穿过。一针中长针就完成了，最后剩余一个辫子，挑其外侧半针，勾一针领拔针。然后断线，先一针锁针固定，预留10到15厘米左右的线头用于缝合。
嘴巴就安装好了。下面制作耳语，拿起对应款式里面的三个不同颜色的线，注意黑色线除外。分别取10厘米的长度，一个颜色取两根，然后合并对折。将主体正面朝上，也就是有嘴巴的这一面，找到束带一端，从里往外挑起主体支片的边缘，这里只挑上方这个支片，挑中间一针的洞眼。将线勾出，稍拉大，把线头从线圈里面穿出，拉紧。然后修剪一下尾部线头，这里长度约2厘米，大家也可以留长一些。这样一个耳语就安装好了。另一个耳语也是同样的方法。从里往外挑起上方支片的边缘，从中间一针的洞眼穿出。将线勾出，把线头从线圈里面穿出。拉紧，修剪一下尾部的线头即可。这样耳语就安装好了。